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五号开记者会，再度指控新竹市民进党对手林智杰十年前的论文有抄袭疑虑。拿出两篇论文比一比，教授林智杰的英文论文和学生中文论文第85页，邱显智指控有83%的内容复制贴送到学生论文，题目和中英摘要全都一样。不过前一天邱显智才指控另一篇也是抄袭。这个林智杰教授期刊论文跟他之前这个指导的硕士生的这个论文这个相似度高达51%。拿出证据说学生论文的错字原此写成首字旁的原，非一般法学用法。其中被怀疑抄袭的第五和第六章错误两次，林智杰的论文中也同样被揪出两次错字。邱显智还拿论文出版时间指出林智杰的较晚出版。如果连提到说有很多注解他都没有译，那这不就写了吗？出版中学生的论文之所以当时没有确切的提注，比如说林智杰什么文章刊登在哪一本期刊第几页，当时都还没有出版，请问学生要如何引注？林智杰气到在脸书说，如果协助学生发表较违反学术伦理，他甘愿受处分，如果不是，麻烦邱委员退出政坛。林智杰在学术界多次获得杰出教学奖，却因选举被攻击，邱显智仅有对手抄袭，双方炮火猛烈，恐怕因此影响选情。华视新闻庄明宪、简宏琪、赵若平新竹报道。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